天要接受这个颁证的这个仪式啦，哦，那真的非常不容易哈，哦，那能够在我们总共是有24位年轻的好朋友哈，我们年轻的同学24位，里面有11位嘛哈，通过了这个Apple Pro Tools 的这个101期的这个认证哈，哦，那这个比例呢，主查一位就50%哈，主查一位就50%，这个非常非常不简单哈，非常非常不简单。啊，那我们也就是已经跟经过了这么几年，已经跟非常多的台湾的高校都有合作，那包括像是世新大学啊、明传大学、原治大学，还有台南艺术大学，包括我们的就是南台科技大学，那当然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颁证仪式，这是应该说这个米台合作是我们厦门理工学院数字创意学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办学的特色。